给大好双杨丽佳辉睡了。好听啊！我哎，我听，我听，会弹好双杨丽佳辉睡了。咱会弹吼，踮伫川好双杨附近吼，啊，自古以来就足济啊，咱的李阿秋吼，会使讲是李阿的故乡。啊，第五十年前非常的多，啊，即几十年来较少吼。啊，伫个大概五年前吼，啊，咱为着恢复李阿的龙井吼，啊，迄阵会到乡公所吼，啊，买了500丛的李阿秋哈，啊，拜托咱好双杨管理委员会吼，啊，甲所有志工来种来照顾，啊，大家一心用心照顾，啊，所以去年咱看到了啊。先过，去年拄啊吼也济开哈，拄着过年，所以正月初一甲初六这段时间哦，李啊开啊花开啊非常的水，足侪游客呢为着咱来看花，啊来参拜咱的观音座，啊咱好山岩咱的观音座吼非常的灵格，有300年的历史啊，所以呢来看花来参拜佛祖非常好啊。今年呢济开较慢吼，慢啊半个月个，啊最近也开始开花啊，即摆吼啊。过年过吼，出游人潮较少，啊，咱唔免走真远，就来遮会当看李阿花。咱知影全台湾吼，啊，要看樱花足济所在，但是淡水吼，天然讲以樱花出名。但是呢，你若要看李阿花，要去倒看呢，就是来咱的花坛好山岩的李阿花，真正逐年拢会开花，啊，真正真水。啊，过来呢两三个月后吼，啊，咱嘛有李阿，咱遮管理员会啊，志工作用心照顾，咱的李阿嘛真好食吼，啊，会当来遮啊食李阿，迄阵嘛是咱金针花。开的时阵，吼啊，所以呢，这两个季节都欢迎大家来咱家赏花啊、食李啊，啊来咱家参拜咱观音座，过来咱家真侪餐厅料理嘛真好食，吼啊料理拢真美味，过来咱的牧场，吼啊咱的农场拢真侪啊牛奶啊，搁咱的水果，吼、啊、欢迎大家这个季节来花坛行行，欢迎全国朋友。管理委员会，管副主席，吼啊，阮家在地，进前是四五十年前是。李阿花真少，爱，还五十年前才有较有啦。啊，因为吼，因为台华的工厂迄落有迄烟，所以全拢过来，二三十年拢无李啊。啊，到这两三年前，哦，这四五年前才，因为迄落台华迄收起来，啊，才有这个李阿花同我搁再开出来。啊，种起来才活，啊，正常是拢袂活，种袂起来，吼、哦。像像柑仔、李啊，哦，这正常拢无啦，即摆拢有啊。所以，阮那好山岩的管理员有这个郑乡长吼，来甲阮建议，搁种一金针花，吼、哦。这金针花就要到五六月啊，会开花。啊，这李啊，拄好到四五六月啊遐，拄好有李啊通好食。所以欢迎大家吼来遮，哦，来遮好山岩来拜拜，欢迎做，伊个影响真感恩，吼、哦，所以欢迎大家来，阮好山岩吼、哦、拜拜佚佗。过期头两礼拜，有两礼拜，两礼拜，对，大家开始两礼拜。我除了来遮看花水以外吼，啊，实际上吼，咱李阿花咧开的时阵吼，啊，咱的这个生态是非常的丰富。包括这个蜜蜂来采这个花蜜呐、啊，蝴蝶哈啊一样哈，来这边来传递这个花粉哈啊，所以呢啊，咱这个哦，拢会使大人拢会使带这个小朋友哈，到底来跟咱的后山人这边家哈，除了来看到这个李阿花这么啊水的这个哦花海以外哈，啊买使带囡仔来这边来做一个这个生态哈，自然生态的这个旅行哈，啊拢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教育啊。大后山人李阿花，水哦。